端水也是一个技术。来，各位老师。哎呦，这来晶莹剔透的杯子，谢。还有晶莹剔透的店主。哎，来吧，我们喝一杯，举个杯吧，来庆祝这个夏天快要过去了。北京这个时候是最舒服的，对啊，秋高气爽。这夏天，我们这踢预备队的，踢比赛的，热。我看经常现在预备队下午2:30踢，我们那天就踢个2:30，和富力。啊，比以前强多了，以前呢都早上9:30踢，10:00踢。欢迎各位来到本店，下面介绍一下店规。在聊天的过程中，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例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你应该称呼他什么来着？不，我都谁也不尊重谁啊！我你这个套下的太明显了。我都是80后是吧？这个相互不敢说话了，相互要有爱。想想真是，咱都认识好久了。应该是我跟吕征，咱俩认识时间最长，哪年？06年吧。小时候就基本上，小时候还是81的，对，81中学。小时候就是在我们北京足球圈里边的，这什么外号？这快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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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那时北京足球圈里边好多外号呢，崇文大辉、炫舞大杨，都谁呀？崇文大辉、董文辉啊，炫舞杨浩啊，一晃，我的天！要我们俩这么算好，那20多年了。对，小龙，我们小龙王五良，我们你们什么时候？01年，足校时见过，但就是不没怎么说过话，因为他训练时间不一样，他是 U 那是 U17吧，那是 U15，他跟你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对对对，他是87的，你是85的。对，我吹袍，永珀啊，张弛，然后你是跟海滨他们。对，没有关阵，他们是一波的。啊，关。他们去的时候，我有印象很深刻的，你们北京去了4个人，我李威，啊，还有两个。当时还没有京城四少呢，可能那会儿我才知道。最早的京城四少，你看北京踢那么有名，完跑足校去了。小峰也是，去足校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不是还是踢球吗？然后还有文化课不能耽误啊，你家长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你万一要踢不出来呢，文化课不就耽误了吗？啊，潍坊足校那时候可以上文化课的，对，那会儿可以上，就是别的可能梯队什么四队、三队、四队，可能就光踢球了，就学习什么的就耽误了，就没有了。他们是你们家长送过去呢，还是他全国各地找？全国各地找，然后选一些人过来啊，然后呢就是。组织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然后很多人过去上那儿去试训，因为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大概是01年的9月份，当时有200个人，然后大概维持5天吧，应该是，然后科威去看，很多教练就是学校的教练去看，看以后呢，然后当时也没有说可以直接留到鲁能足校，可能有的球员再试训2周，然后有的球员呢试训3个月，在这个期间，你。经过接下来的考核了，再把你列入到这个球队的梯队当中。不过他还好啊，我们是他们来北京选，他们来北京选，你们是买过去的吧？我们是跟国安梯队踢了场比赛在香河，然后他过来看。当时在哪个队？八里庄啊，八里庄体校，然后跟国安梯队踢了场。其实我觉得小时候他们真是那会儿鲁能足校，整个全国收了很多很不错的小孩，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那个青训这一块，可能其他的地方还真是没有山东做得好。他把东北路最好的都买过来了，像北京那会儿好多小孩，他们走他李威，然后包括后来小龙。当然，你想他们北京从小来北京，肯定是想，比如说进国安啊什么梯队，可能后来在北京选完一波以后，他们没进去，然后直接变相走到从山东，但是他们这一批。从山东都踢出来了，对，你是00几年就踢上球了，我04年、05年就踢上球了，你想那会儿才多大啊？他们那一波好多踢的，崔鹏他们，对，海滨他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06年回国，我们跟山东一踢，那个时候只要一去山东就别想了，这球肯定就赢不了了。那会儿那个李雷雷挨守门。只要是拿上球，一个平快，就他在边上直接一个身后下底，一接球都不用接，就是球扔到他前面，他就啊赛跑似的一趟，然后一传中，中间咣一下进了。这个印象太深了，因为我是山东人，
04年那年我刚上初一，我就所以就是真的女生这个我对她印象就是太早太早，就从小就看你，哎对，就这个这张图片那时候，好，对，那那是第一场跟天津康师傅，我第一次登场，第一个进球哈，我就刚上去5分钟吧，好像印象特别深，嗯，就进了，谁传的？那个任意球，我造了个任意球，然后那个李小鹏别套啊，差点给我叫成，对不起啊。那个李小鹏一个任意球发到后点，然后舒畅一个摆渡，完我一顶就进了。看，我们那时候经常老开玩笑，老开玩笑就说这个山东队的战术就是之一，就是自己把球踢出底线，然后给对方一角球，然后对方夸全都压上来发角球了，一个发角球出来以后，李雷雷上来啪一摘完以后，他根本不回来，不让人站，一个平快过去下底框进了。那时候不6秒理论吗？进攻、啊、6秒，图拔那时候带的确实踢太好了那时候。哎，我问啊，你们87的在足校的时候跟85的接触不多是吗？不多，楼都不爱，因为他们的上一队上的少。你们去学校的时候是 U17， 他在学校没待多长时间，对，他就走了，他就直接上一队了。我是01年去的，02年6月份去的。然后我们这个队呢，87这个队呢，因为他们85年就是鲁能足校这批人才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是踢一个，是踢全运会，你们那年是夺冠了。你像我们这批是全国运动会冠军。你们那时候85跟87之间互相踢比赛吗？有一场、踢比赛。他们人多呀，一线队有的时候年初的时候联赛开始之前找我们梯队上去跟他们踢热身赛，他们两套阵容，上半场一套下半场一套，我们一共就10几个人，本来这个实力就很悬殊，他们还两套阵容过来踢，最逗的是好像都3比0了4比0了，我们有个球出边线了，李金宇在那儿，他的小孩，你还不快点捡球，难得的一队锻炼的机会。我们心想都骑了多分钟了，都跑不动了，你们两套人怪跟我们踢，我们还得怎么样，还得怎么样跟你们踢。而李金宇踢球就是太，甭管是我见过最队友还是队友的对手，我这个嘴确实是一直在叨叨。他们那批人都认输，你想我们咱们上一队的时候都是他们七十年代的人，真骂，哇塞，跑呀，那么年轻不跑干嘛呢，还我们跑啊，就那么真骂，现在哪还有啊，对吧，现在他们那方上我们都没回国，就得哄着踢，氛围不一样，就你们那会儿你看，但他们说看到政治大雨什么怕吗，那时候害怕，不是怕，是尊重，尊重，对对，就是人家那个能力到那儿了，就说他们说是只限于这个比赛的时候说，平时私下来的时候就是老大哥的样子，对对对对，在球场有特定的语言，对，去说，就是在于去球场，出了球场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是变相的给你讲球呗，就是这球你应该怎么去处理，给你讲一讲，你一听啊、哦，确实是这样，因为人家就是这么踢的，能做出来，你确实有没这个能力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也给年轻队员也讲，但是讲讲吧，他就他给你返回来的那个表情和那肢体上动作，觉得有病吧，给我讲球。就这样，就是这种感觉，真的。但年代不同啊，你看那时候说一个事儿，那阵儿国家队那会儿，杨浩不是当队长吗？然后那时候傅国不是当助理教练吗？对吧？然后后来他不是自己带国奥吗？说选队长，他说现在往后走的小孩不好选，我玩我的，你玩你的，关起屋了大家都打游戏，谁也不搭理谁。有一回他们去西班牙集训，我们在土耳其转机。教练这边就直接给你拿这个钱让队员去买那个汉堡王，买队员买完之后自己开始吃，教练在这边一坐，没人给，没给教练买，然后给富博教练组气坏了，碰口大骂说你们这帮队员啊，我选个队长我选不出来，然后后来怎么选队长啊，就看大巴车卸行李，看谁能主动的哦去卸个行李啊，干个活，玩走一会儿啊，就选了谁，选了，后来泰达那个叫郭浩，我印象啊，那个后腰，后腰他，对，就选了他，说啊，这队员有责任心。其实，副导应该什么也去打游戏。耿晓峰犯规。没事，埋伏了半天了。然后呢？呱唧呱唧。副导在这游戏当中啊，他这里肯定有个队长啊。深入进去，这个团队肯定有指挥的。其实，那他还得找个代练。哎，小峰跟吕征，不光是在济南在一起，就是去上海应该也差不多。对，
这也太巧了吧，这他俩一年走的。这一五年，这是对啊，这是一五年，就是我那一年，我2014年是租借，然后2015年是转会转过去的。其实我们在上海那三年过得还行，住一个屋吗？当时我们不住在一个，都结婚了，都学完练回家，就偶尔出来吃个饭。对他一说住这一个屋的这个事情，我俩一起在北京康复的时候，我是不是不愿意跟他住，我有人是要听，你知道吗？只要有一点声音，我可能就睡不着了，我都要听着他，真的。我兄弟的呼噜，我给你打的，我跟你说，我打呼噜，给他逼的，自己抱着被在厕所坐了一宿，第二天起来啊，就跟我生气了，指着鼻子就说我，赶紧给俱乐部打电话，不能再跟你一个房间了。那你现在在队里，你可以跟那个嘟嘟住一屋啊，多大动静他都能睡着，就是他没动静反而睡不着，我配不这样的，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你可以跟他睡，我就跟他讲动静都睡不了。我最后在山东队找到最好的一个室友是李威，他俩一样，李威呼噜打比我还响。有一年我们去崇明岛，然后去杜安训回来，我在崇明岛我和李威分到一个房间，第一次我说胡子，我说你睡觉睡得快吗？他说还行吧。然后我说我有点累了，我说我打呼噜，我说我就先睡了。我一翻身，我听那边呼噜打起来了，打得比我还硬。我一中午没睡着觉，我起来问虎子，我说虎子，我说你怎么不说你打呼噜打得比我还响呢？他就不能一人睡一屋吗？真是，就出去客场不允许不允许。现在就是国安。到最后这几年就是基本上30岁以后，比如说岁数大点的都可以出去以后自己住一屋嘛。对，国外的国外俱乐部小编知道吗？因为英国的酒店都特别小，一般都是自己一个，国外的酒店都小，自己一个房间什么的。但基本上好多的球队基本上都是当天我大巴开过，因为2个小时3个小时就到了，大巴我到那儿，然后休息室休息休息，然后热身比赛，就这样了，比完赛就回来了。不像咱们这踢一个客场跟我踢一个客场跟踢个欧冠似的，他们那老外都飞晕了。我们上一场客场跟新疆，老外都飞懵了。我说这么大中国的吗？北京飞个新疆，连这个就是从早上起来，就是从到机场开始算嘛。啊，就是从你睁眼集合发车到机场开始算，到了晚上到酒店10个小时。俄罗斯有一个队也是特别特别远的，那个队今年降级了。哦，太好，太高兴了。对呀。这事我听说是照死里打这个最东边，就单程你去一趟，基本上这天就过去了。哎，小峰跟女生，我突然又想起来，你俩等于现在也是一起在山东，一起去了上海，现在其实也相当于挨着。只要是中甲、中超的间歇期是同样时间的话，我们就肯定就出来吃饭，因为我在中甲，他现在中超啊，他有时候那个比赛的时间安排不一样。哎，小峰，现在你们都是在北京训练是吧？对，我们在北京训练。他在机场二高那边啊。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去廊坊。哎呀，两位以前都看过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期的嘉宾呢都要给我们的店里面留下一幅画作。咱今天就请两个颜值最高的互相画一下。我这个，哇塞，完蛋了，我这个。走着。限时90秒，我说开始，二位就开始画。怎么画？90秒啊！3、2、1，开始。我就自己瞎画，我就这一点画的天赋都没有啊。但是你这个10年以后的吧？你这个画的像韩鹏，真的，肉身大要么就像王强，10年以后的这是。就画这样，这二位友谊不保。我觉得可能。不太看了。来，两位在自己的画作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现在只能从我这个角度看到小峰画的，但是我现在看不到这个画。我那边会给你更大的惊喜。我就看到这边画的，我就已经就觉得两个人可能就是啥嘛？你这你说你画的到底是谁？行，可以了，真的发挥不错啊。小周，你40年后长成这样吗？你这不是我看这个友谊可能从今天完了以后就没了，是不是？这个画一手凉凉，挺抽象的。这个他头上面那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这我一看没画好，就啊、哦，这一块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还扭出来一块？他腰不好，手上面那个是手套吗？手这是手套吗？
这算是有特征了，有特征了。可以了。啊，不过正好一个细节，小峰的这个肤色变，就这一块的肤色，嗯，看看这个特别明显。戴手套戴的吗？这句话太戴的。哇，之前不是没来过门将，没有这么明显。他俩不算黑，因为小芳本身就很白。我记得2012年我刚见他，他就特别白。然后今天我见之后，我说啊，你晒黑了。这真的还是行吧？这眼睛有好像我能给我评判这个，这有什么区别？就比我大一号吗？对吧？对吧？那比我大一把吗？小芳，这个还是有特点，还是有特点。讲道理有特点，我能陈述一下吗？可以。首先呢，你看我大哥身材比较魁梧，跟小峰犯规发型，你看用了多少发了？我大哥跑得快啊，全是箭头，到这边跑一边。你没看这箭头都是往一边走吗？不带拐弯的，不带拐弯的。对，特点出来了，特点出来了。好多人见着吕征第一印象就是眼睛大。对。这里边有，对，有这个大眼，有神。嗯，来，这个要送给店长，他要画在这里展示。别这么帅的两个帅哥，别就成这样。但是正经，这个小峰画的要比这个吕征画的认真一点。好啊，我们进入到我们脱口秀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正问反答。曾经有人评选过中国足坛十大帅哥，你和耿晓峰都入选了。那么你觉得你跟耿晓峰谁更帅？耿晓峰帅啊！他真是塑料兄弟花。哇，好帅呀！对啊，好不帅吗？这是结婚照吗？这个呢是带我闺女去拍照，然后拍完了以后呢，我闺女回家了以后，她说摄影师说你过来你也拍一身吧，我就在那拍了一身。送的什么？人家觉得太帅了。对对，帅，送我一个。耿晓峰还有这种优势，还能拍照不花钱。你这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对不对？我都得加钱。您领证和举办婚礼隔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因为后悔没有收彩礼？那他这够闷闷了都。后悔不是为了彩礼。那第二次收彩礼了吗？第二次。不用玩学了，没有打折了，我差点了，打折了。不知道里边，里边这店必须砸了。我都不敢说看照片，这店必须砸了。明天我就来，明天我再来。是这照片吧？啊，对，这太坏了！你看左下角还给你弄个小圈儿，给放大。那张就别再放大，放大了去。哎呀。年少成名，拿过双冠王等等一系列的荣誉，那觉得自己的足球生涯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完美。还差什么？差国跑经历稍微不是很好，然后亚冠是我这个比较这个。这是所有鲁能球迷心里还是怎么？亚冠谈嘛，你就说出来嘛。不能跟我们说这两个字。亚冠上不能。亚冠上面突破的确实少了一点。作为08奥运会的适龄选手，却无法参加奥运会，有没有觉得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遗憾？不遗憾。这个咱下半场再细聊这个事儿啊。小峰，被球迷称作玉面门神，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中国足坛最帅的门将？是。这个都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还能有谁呀？实在，那你重新问来，重新问，这段不算，来，再来一遍。好，被球迷称作玉面门神，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中国足坛最帅的门将？不是，对吗？对。来第二个，长得这么帅，跟你表白的女球迷是不是非常的多？多。这个真的是不多，他现在主要是时代变了。你看原来大宇他们那阵儿，梁小虎那阵儿，张雨宁、梁小虎他们那波每天接那个信，一麻袋的。大宇那会儿他们都说过，他们那会儿在辽宁队的时候一出去，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是在北京吗？那出去以后就像现在那些真的像天团一样，或者是像吴亦凡或鹿晗来的那个样，就在酒店门口好多人堵着他们。那是因为喜欢足球的女生变少了吗？现在喜欢那种阴柔美的，比较喜欢就像对吧，就那样一点的，可能对这种稍微阳刚一点的足球运动员，他们不是很感兴趣。下一个问题，你的妻子是设计师兼模特，那你的穿衣风格，包括穿衣的一些选择，是不是都是妻子搭配的呢？不是。对，都是他嘛，因为他这方面比我稍微能专业一点，我这人呢就属于说比较。
懒散，然后那种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啊，就是你帮我安排好了，然后我去执行就行了。去天津打客场时，曾经有极端球迷用包子扔你，据说你还捡起来吃了一口，那你觉得那个包子好吃吗？不好吃。去天津比赛那个泰达大球场、嗯、应该是泰达大球场，它不是那个专业球场吗？对。然后它离球门很近，我踢一踢比赛呢，就是球在前场踢呢，砰一个包子扔下来了，然后后面他就在那骂我，我想一想捡个包子我咬一口吧，然后就我想有点娱乐心态嘛，咬一口以后我就给他们扔回去了，我还当时想的别扔太大劲儿，扔太大劲儿回头还拍着了，还得说球员拿包子打球迷呢，我就给他扔回去广告板，就是那个位置上扔回去。我觉得有的时候嘛，就是在球场上，因为有时候踢客场你很正常会遇到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态吧，一个娱乐的心态去面对它，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门将好像特别容易被这个主队的球迷攻击，因为对挨得特别近，对吧？你不像其他球员，大家在跑着，你攻击就攻击，你都追不上这个。我要是我也听不见，能往塔的话，都能参加奥运会了。啊，您的偶像是布冯，那您有没有考虑过像布冯那样踢到40岁呢？没有，毕竟足球。我从4岁半开始踢足球，已经现在31岁，伴随我26年半啊，26、27年了。所以说我还是想，如果说身体允许的话，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如果说身体不允许的话，我也不会就最后在这边勉强，肯定是，砰，快刀斩乱麻，就结束掉。我觉得就他们这个位置是特别残酷的，比如说就是他可能。杨志跟我说，就是说我是属于那种从小比较幸运，然后到每个队以后，然后都是不是主力守门员受伤啦、伤病啊或怎么样，然后我，哎，我就上来，包括当然你肯定有自己能力嘛，然后就站住这位置。你像小峰从鲁能那会儿，鲁能从雷雷开始到后来这些，他一直是就是这个位置，就是你永远都是得等待机会。对，如果一旦你抓住这一机会站住了，可能你后边的人就一直在得去等了。好，我们正问反答告一段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步骤，情报站。耿晓峰，这一条情报是来自于山东鲁能泰山队的崔先生。崔先生说耿晓峰的英语不太好，那就是一个人。苹果手机刚出的时候，他有一次把 Apple 说成了 People， 这我都不知道。崔鹏，我崔鹏呢，从小人认识，从一起到住校，14岁，然后踢 U15，一直我们俩就在一个房间。小的时候我们在潍坊，那会儿就我们上文化课嘛，然后有的时候想学学英语吧。买了那个叫文曲星，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电子眼，对，文曲星。然后呢，我们晚上呢，有的时候就是晚饭吃完以后呢，要去那个人工草皮去跑步。我想去跑步呢，我就记两个单词吧，我就一摁，苹果 ，people， 然后我就记住了，哇 ，people， 那个文曲星啊没电了，再也不知道，我要记住了。然后我在那跑步，我就在那读。苹果 ，people， 苹果 ，people， 全队哇哇就在那笑话我。小峰把这个锅给甩给文曲星。完了，特别漂亮啊！没事，现在不用了。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那行吧。我想说也用过文曲星。小斌多讨教了，小斌英语哇，他那是相当好。Fashion boy 呀、啊。他英语太棒了，他现在在国外踢过球啊。英语好这个事儿，别说。好，再一条情报，来自于天津权健的王先生说耿晓峰玩游戏特别厉害，说是凭听觉一通操作就能挣很多很多的游戏币。王小龙，那会儿是在济南，然后呢，我们几个人呢，那会儿是去打游戏机。打游戏机呢，有那个抓鱼的那个游戏，好像超出过5个，好像一共是6个，超出过5个就可以下来几百个币。啊，
我小龙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小孩叫张小雨，我们几个是一个团队去了。张小雨呢他手拍得快，就是他我就是我们三个配合是什么呢，有分工。小龙呢他喜欢玩抓鱼，慢慢抓之前他抓到上了一定分了以后够分了，然后就该我出场了。我在这听声，一腾了个臂，他里头有一个那个动静，我说拍，然后那个张小雨呢他就砰砰就拍。他又拍，哇！那会儿也小，那会儿就18、19岁吧。那会儿，那一下子几百个游戏兵在游戏厅，那肯定不一样了，就横着走，喊来来过来拿两筐，都是这个样。老板，到时候客套站你们进场，你到时候赌场里边问那个杀黑名单的吗？老板没把你们三个人照片挂在门，太关键了，不行，入内，太关键了。好，我们转移进攻方向，吕征。还是那个王先生说，还是那个，有一次聚餐的时候叫您，但是您说开会去不了，然后他就很好奇是开什么会啊，挺忙啊，后来才知道是魔兽公会。2005年、2006年吧，我打游戏那是处于那种疯狂的时候，就是除了训练就是玩电脑，我们都有一个公会要入会嘛，然后工会基本都是7点集合，就他在一个在这个游戏里边一个区域里边集合，会长在里边说集合了啊，点名，保证每个人都每个人号，点名的打扣一，到了就给你记一个分，就是你今天集合的时候来了加10分，跟上大学点名似的啊。对，然后呢，一般球队都6点半吃饭。晚上啊，那你要不点名，你不在就不在，就是你，他最后出装备会拿那个分买啊。那会儿你都一线队踢那么多年，你拿钱砸呀？他那不是花钱的，那个还真不是花钱的，他那个是唯一一个不花钱的。对，网络那是哪耗点，真耗太了，那是耗时间的。还玩个不花钱啊？然后呢，晚上吃饭，我说我真去不了，我今天开荒，我那个装备我等了好几个月了，我说我有预感能摸着我的，我说我必须得参加。摸着了吗？最后摸着了。啊，后来就这样，他就说嘛，说我得开会了，什么会？我说魔兽世界。他们那时候玩的凶。下一条，依然是来自于天心权健的王先生说的，说有一次足协杯和王永珀在替补席上吃香蕉，结果被图吧罚了不少钱。我那是我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次。凭什么呀？我吃个香蕉凭什么？2005年跟青岛海蒂峰，大宝那还在海蒂峰呢，踢足协杯客场，然后。唱完国歌，我们饿了。永珀说我也有点饿，我说回休息室吃那个香蕉去吧。但是嘛，已经唱完国歌，比赛开始了。小他20岁、19岁，就说别在休息室吃，万一是教练一看休怎么替补席少俩人，你怎么拿出去吃去？我走走，拿出去吃。他们俩还叭叭的在那吃，我把他打起来，啪一挥手，冲我们俩叭出一大堆。完了翻译没翻译那比赛了嘛？翻译没翻译。完第二天训练的时候开会。那个吕征王永珀初恋，我要让你们俩记住，这个香蕉是你们俩这辈子吃最贵的一根。罚款，我去，你想那事儿，那挣多少钱？罚多少钱？罚多少钱？5万吧，5万也是，5位数就是。好贵的。是哪一年？2005年啊，我们俩一人一根。不是不能吃吗？我们不知道你们踢球了，那会儿就是其实每个俱乐部的教练和每个教练，对，图八就是那种比较重视这个，特别严谨，纪律就特别严，就在这一块，就是你不能在替补席上吃那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么替补席嘛，你球员通道替补出来以后，你不能从图八前面走过去。对，那老图真骂你，下一场你就报不了名了。教练第一位的嘛，对吧？不是，你只能从那个替补席上绕过去啊。图八是所有教练里边唯一一个记者从他前面过去，他要跑记者前面。就是假如记者照完相，记者不知道，记者照完相要从那替补席前面过去。假如这是替补席吧，图八赶紧走两步，走记者前面，让记者从他身后过去。一件难，钱难。我那行啊，管用啊，拿了给鲁能带来多少个冠军？料是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埋下来的，没能在家门口打上奥运会，遗不遗憾？这个确实是。对，我觉得那会儿集训的时候，我因为他们早就这个队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准备这个，一直都在这个08年奥运会。对，我是2006年回国打了
半年联赛，三月份开始，对，踢到六月份，然后一直回来以后就一直踢联赛，然后踢完联赛以后，中间去的七月份、八月份有间歇的时候我才去，才第一次去，07年对，所以就是，但是他是一直跟着的，肯定他的那个遗憾度要比我高一点吧，应该是这样。07年那一年都不在国内，就一直在外边训练。最后就是集训的时候，最后一期你就没去是吗？对啊，最后他没有。是被开除了吗？07年就是咱们在意大利的时候，在意大利是吧？从那儿被开除了之后，然后回去。他是07年在意大利，跟谁啊？跟贾导。反省有点小摩擦的。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啊？训练。然后我是被开除之后啊，反省了有3个多月吧。但是我十月份在香河集训了，对啊，香河集训，我们在吗？那时候把引导对，那时候贾导没来，然后引导来了，然后把引导咱们然后紧跟着08年最后一次集训的时候，也有就是名单里边也有我，然后我是主场跟辽宁踢比赛，然后还剩20分钟时，图巴给我换上去，说那个就是那意思，注意别受伤，那时已经3-0了，还3-1，把你快结束了，我说好。拽兵一个长传从后场，我追进球，然后那个王超，您辽宁有一后卫叫王超，王超一个双飞，直接给我的脚腕就给铲了，然后就骨折了嘛，四头性骨折嘛，就没有了，就错过那次集训机会了，歇了4个多月吧，好像就。但是说实话啊，就是那一批队员，就是08国奥这一批队员，其实挺特殊的，经历也多。你看你们还经历过军训。2星期还是1个星期忘了。俩星期，每天早上5点起来跑3公里、5公里，就和部队生活完全一样呗。可会抽查紧急集合，就是可能4点吃哨，就必须多少行李，多长时间穿衣服、穿袜、穿鞋出来，最后一个什么的要体罚什么的。就从接到这消息之后，哥几个晚睡觉全穿袜子。裤子全穿了，领导要来，体局局长那是要最后一天要过来看那个，就是这个队列，然后那个报数什么的，1、2、3，就是那个还有那个走正步，然后就开始教官开始练。我们班有一个广东人，庐陵普通话说的不很好，我们就报他排最后一个9个嘛，他1、2就是这1、2，就还有什么3、4、5、6、7走。教官你看你没听明白，教官说重新来。不对，然后就开始1、3、4、5、6，踢吧，搞，就说努力出来，你怎么那意思？说话怎么骂人呢？说再说一遍，那骂人呢？就你自己说一遍，1到10，他就说1、2、3、4、5、6，就其他都很，其实也有点就牙一三就那样，就1、2、3、4、5、6、7、8，狗四。然后后来我们说那个就是说他是广东人，说可能普通话不是很好，然后教官说什么的，就完就说那这个。检查领导那检查什么，他还最后一个什么的，他这数也挺特殊的。说要不然换一下，说那不行，他个儿矮，没法换，这队就不齐了。说那你就是到那天，你一定要把舌头咬直了。然后陆林说好好，一定。最后那天也是怎么？没，最后那天挺好的，就他一看就使劲了，叫。整个全程到后来，包括你说的小龙，他们都经历这么多，到最后肯定是有遗憾的。他有，但是因为当时就是我们这一批，其实真是竞争特别特别激烈，其实就是谁上去谁下来都也差不了太多嘛。这么长时间了，就是现在想想，就是假如真的就是回顾以前职业生涯的话，就奥运会那个是不是就是几乎是最大的一个遗憾了？对呀，肯定的，这辈子肯定也就在中国举办这一次了吧？也就这一差不多吧，在你职业生涯当中，还是在我职业生涯当中。他以后举办我都不踢了。但是你说你看你想我不知道别的城市，那时候01年嘛，申奥成功的时候全北京，哇塞，比过春节还那什么的，天堂庆热闹，就是特别热闹。您教练组织我们看那个就是念那个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在一个那个屋子里边，确实然后我那是01年，你想想01年，那时候上高一我忘了，然后后来那不好好学习，班主任老师还找我说那个你这个一天到晚也不好好学习，干嘛呢？我踢球啊，以后踢球弄什么出息啊？就是以前嘛，不都是讲究学习吗？你踢球你弄什么出息？我要踢奥运会，这很清楚记得，你知道吗？他行，我看你能不能踢奥运会的那意思。那班主任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足球的梦。想一想，这个真是零八年奥运会到现在都十年过去了哈。但他们，但是那天我看新闻上，我写的卡塔尔会场就是不是盖的不是很好，盖得慢。我真希望他突然一下宣布举办不了了，中国这事一，其实我说是接过来。真的，我们自己球员如果去参加世界杯。好吧，那我们希望有一天一个美好的梦啊，对吧？有一天，然后这个一定可以的，我们能再参加一次世界杯。但其实说起国家队的话，其实小峰的经历也是那是你唯一一次进国家队，卡曼乔国家队。对，那会儿已经跟了一年半了，那是第一次踢首发啊，第一次踢首发。对，然后那次集训应该是踢了三场比赛，当时卡曼乔去了以后就三场比赛三个守门一人一场，就是当时都已经安排完了。当时谁？当时大雷和大增，大雷大增，大雷踢的第一场和乌兹别克斯坦，我具体几比分我记不住了，反正是输了0-2。然后到北京踢了一场荷兰好像是也是0-2吧。然后踢完了以后就下一站去合肥，那想去合肥的话，就是传统的观念当中和踢泰国应该是主场踢，应该是肯定是应该可以赢的，应该是郑智和孙祥应该都回到俱乐部了。郜林当了队长，因为他们知道我第一次首发，郜林还有那些球员都过来拍拍我，还说就是第一次比赛嘛，因为这也是一种荣誉嘛，对对吧，至高无上的荣誉。然后拍我肩膀说就是哎放开踢，然后就是鼓励的话，那就去上场了。上场以后我当时精神状态也是很轻松的，我觉得去踢这种比赛应该还是十拿九稳的吧，应该我觉得就是从比赛的过程到比赛的结果应该都是这个样的。但是上了场以后呢，砰，先还打了一个，兜了一脚远射，兜了个上脚，兜进去了，当时0-1落后。哎，我当时其实还是这种心态，就觉得我觉得还是可以赢回来的，肯定能打回来。对，肯定能打回来。对，然后上半场又还进了一个。对，然后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点球是永波罚进去的，应该是上半场应该是2-1结束的。嗯，结束了，其实2-1这个比分呢，其实你还是这种心态，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赢回来的。当打进第三个球的时候，3-1的时候，发现就是有点难了。嗯，那会儿就是包括球队想去攻啊，再想去进球，发现场面有点很困难，已经踢不进去了。然后呢，又也打了一个。四个，今天还打了五个。不过否认啊，因为毕竟我是那场比赛的经历者，然后也是那场比赛的守门员，确实比完赛以后脑子确实是稍微有点懵的。当时我们你在现场，我当时被堵到球场了，从合肥出不来了。对，外面的球迷啊在那等着，可能出去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听着外面震耳欲聋的就在那骂，但是能听骂，但是已经想不出骂什么。当时就一直在回想比赛，在想这个比赛怎么能踢成这个呀，因为那场比赛也有好多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首发出场的球员。韩晓峰说嘛，教练安排的就是你一场我一场你一场的，有些队员头两场踢了，他心里边预计第三场他不踢，结果咱们很快就落后了嘛。对的，踢了30分钟他开始换人了，把冯潇霆他们都几个队员就给都换下去了。对，然后有些队员其实可能心理上没完全准备好，说他觉得这场比赛我可能是不是不踢了，就上去了，然后一换吧就有点乱，然后当天晚上主教练下课。对，当天晚上回去，所以小峰确实有点冤啊，这场就是1-5有点冤。后来了以后呢，傅博傅导带了一次去东亚四强赛，在韩国是第二吧，应该是第二，他就把我带去了。带去以后，他因为他也怕我就是输了这场比赛吧，会打击比较大，对对对，心态上。因为当天晚上，当时是刘宇嘛，还是咱们老总嘛，然后就给我发信息，然后还是就是赶紧回家吧，因为就是在那等于第二天就解散了，就回去了嘛。回来以后，俱乐部的老总包括安迪奇那会儿在那儿嘛，跟我聊了很多。比赛呢回来以后呢，其实当时的影响吧好像没有那么大，因为我觉得比赛确实是输了，我已经被定到这个耻辱柱上了，但是我尽力了，我用心说我尽力了，可能是我能力可能达不到，如果说我再做得再更好一点的话，可能会再减少2个丢球吧，
就只能说是这个样。对，但是我问心无愧。回来以后呢，踢了两场联赛，反正一直在踢。是和哪比赛的时候回来以后，然后就受伤了，手骨折了。胳膊骨折。对，手骨折了以后，然后就再也没踢。剩下联赛好像还有八九场。八九场。八九场，最后就没踢。然后这个人就销声匿迹了嘛。对。然后大家伙可能就会说，可能这个人就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了。对。然后说这些东西，但是我一直想，就是再重新回来嘛，因为我离开山东也是这种想法。当时俱乐部老总也跟我说，他说你还是留在这儿吧。当时咱俩不一起在北京康复吗？咱们那年是联赛踢第二嘛。对啊，2013年。当时想，我们俩还在北京康复待了五周，我们联赛一结束以后就走了，因为鲁能已经两三年没踢亚冠了。嗯。你想有机会，咱们去踢亚冠。然后那年是恒大是亚冠冠军，2013年亚冠冠军对吧？然后咱们在房间里看着嘛，看那图片什么，看着恒大得亚冠军，就是感触特别深。然后那会儿都有伤，然后我俩在北京康复，就想啊，快点好，就是能赶上二月份这个亚冠。嗯。然后最后呢，就是大雷不是就过来了嘛？对，冬训一结束。对的，然后冬训那会儿就大雷跟戴林是打一起来 的，我还一直没好。然后就这样式的，然后我想还是我想能有比赛的机会吧，我觉得我想再重新回去，然后再把自己这些东西再呈现出来，想证明自己，然后这不就去上海了吗？去上海来后反正是一直呢，确实是这一段时间呢也是不是说很顺利，但是我想总归会好的，慢慢的一点点就会好的，所以说我现在很珍惜我的职业生涯，包括从上海到华夏去年当时转会的时候是以这个叫什么叫没报名，他是以什么业余球员身份去注册的嘛，到今年开始哎预备队开始打比赛了，慢慢往上走。其实去年的那个事情就是说最后因为名额满了嘛，对，因为当时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吧，可能这期间因为当时定的时候很早，就是佩莱格里尼在这儿，他很早就把我定下来了，定来了以后呢，就是哦，决定我觉得来到这儿以后呢，觉得还是可能有比赛的机会，可能有这个平台，因为这么些年呢，从山东走以后，一直就是想找这么一个平台吧，就踢上比赛，重新回来，因为我不想让外界这么去说我销声匿迹了，嗯，所以说现在我一直在坚持，包括一直想要这个目标也是这一个点，我不能现在没做出任何成绩我就走了，那我一辈子可能在足球生涯就已经翻不了身了。也在坚持，都在经历，来，就是还能干，对，这边这么多年足球梦，对吧？对的，人家争执这么大岁数还踢呢。对，我都问他好几回了，我说你什么时候退役啊？再踢两年。算下来，这肯定不是我呀，明显了。我可能脾气不好啊，又来店里了。哎，我就喜欢干这个。哎，我先加，来，我先加为敬。行，这个是什么呀？我给你来点番茄酱。哎，这都很健康。这个我拿点醋，这醋留给他吧，他喜欢吃醋。吃醋啊？就这么点醋呀？这钱还是真爱。还是说的他，留给他自己的。呀，这怎么还？这不够，这哪够啊？这个不错，是这个吗？那闻起来闻着鼻子喝，刮里刮里。哇，棒棒的，什么什么味道？跟我们 share 一下。你结婚那时好喝多了呀。我觉得这是你们家特色。好嘞，那要再续个杯吗？就不用了，太晚了。我们小店马上就要打烊了，最后呢，我们还要喊出我们脱口秀的口号：一二三，干！中超脱口秀，加油！加油！水六个是100吧算，然后还有一个柠檬水，15，一共是115。好，您扫码付款就好。谢谢老板，您这是收钱的吧？这个是哦，我这个弄错了，我这个好像不大熟。